你好，又见面了，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、全日安，欢迎又翻翻嚟，即系我哋呢个突发 live 嘅节目时段。咁啊，好多谢大家支持，希望大家帮下手点赞、订阅同分享啦。点解突然之间会整个突发咧？话喂，你啱啱先直播完，有突发直播啦。因为我咧头先咧就预备出去嘅时候咧，就突然之间睇到一个消息，就系咧，喂，我发现原来咧喺外国嗰啲电视台咧。而家咧就係、我唔想笑，因為呢個係仍然説笑準管者是苦笑，就係、是、滾動咁去報咧。而家即係呢個中國氣球嗰個問題。咁五角大樓咧就大概喺廿分鐘之前咧就公布咗，係但係廿分鐘之前嘅咋，佢就公布咗咧，就係、是、喺南美洲嗰度咧，佢哋就發現咗有另外一個呢啲。即系气象探测嘅气球啦，嗱，即系我就唔希望啲人咧就散布一啲阴谋论，点解咧？人咧就话哦，而家用气象卫星咁一定可以做得到，咁其实就老老实实有啲数据咧，如果你要喺大气层攞咧，你都系要用气球去做。咁我认为国家讲出嚟嘅公布咧，就一啲阴谋都冇嘅。咁当然而家西方就梗系话中国有阴谋啦。咁亦都有啲 KOL 咧，即系中国都系有阴谋噶啦。咁我唔知道点解会咁样讲啦，吓咁仲系话喂，其实咧布林肯咧本来都唔谂住访华噶啦，一早都唔嚟噶，而家借啲以法难啫。咁有冇可能？嗱、呢个有可能，咁但系呢个系美国方面做嘅嘢，就唔系中国话唔俾布林肯嚟。喺1月17日嘅时候咧。咁回應翻，即係有啲網友咧，有啲網友就留咗言啊。今朝講呢個話題嘅時候，嗱，而家我實際嘅情況俾大家聽先啦。就喺1月17日嘅時候，汪文斌咧就開咗一個即係例行記者招待會，呢個係即係對外國記者係例行去做嘅。咁日本共同社嘅記者咧，當時就問咗一個問題，就話據美國媒體報導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咧就會訪華。咁發言人咧能唔能夠進一步介紹有關信息？咁當時汪文斌點講嘅咧？嗱，我根據翻外交部嘅即係文字記錄去講翻俾大家聽啊。汪文斌就話：中方歡迎布林肯國務卿訪華，中美雙方正就有關具體安排保持溝通。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、和平共處、合作共贏三原則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，亦都希望美方樹立正確的對華認知，堅持對話而非對抗、雙贏而非零和，和中方雙向而行，不折不扣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。啊，你话咁快有片有网友话系啊，因为呢单嘢咧一定要讲啊。而家好惨咧，就系、你如果有睇即系西方媒体嘅电视台啊 ，BBC 又好 ，CNN 又好咧，佢哋系滚动咁样追踪呢件事嘅。啊，咁点解会追踪呢件事咧？嗱、其实就咁嘅，而家有啲人咧就當然係放啲假料上嚟，即係 YouTube 啦。咁有條片咧，禮拜五嘅時候咧就發咗出嚟，一又澄清楚噶啦，又係大概係廿分鐘之前澄清嘅，就係喺 Montana Billings 嗰度啊，即係發現咗呢個第一個中國氣球嘅地方。嗱，佢哋就話咧，佢哋嗰度咧就有嗰啲導彈發射井，咁中國就去偷睇，咁其實呢個講法梗係唔係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，美軍咧已經射低咗嗰個氣球啦。咁呢個亦都話翻俾大家聽冇嚇，即係推特嗰度，佢咧就有一個視頻就話喺 Billings 嘅上空咧就有大爆炸。咁其實就冇呢一樣嘢嘅，其實就即係推特係當然有假消息啦。而家即係呢個電動車救世主喺推特揸咗 fit 之後咧，推特嘅假消息係越嚟越多。咁喺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都有人放咗呢條視頻上去，當然我就話俾大家聽都係假嘅嚇。咁七彩蘭條蝦就話，但係美國只係想佢自己贏，咁當然係啦。咁但係中國一定要努力喺外交方面就
即係盡量令到即係美國同中國嘅關係向即係比較好嘅方向發展，呢個係必須嘅。咁但係你話呢個氣球係咪即係一個干擾？我話俾大家聽係。咁你話美國有冇即係陰謀去做呢啲嘢？我嘅睇法就即係而家咁好多嘢係巧合嘅啫。即係我認為好多嘢係巧合啊，係一個不幸嘅巧合。即系唔系中国有计划去做呢啲嘢，亦都唔系美国有计划去做呢啲嘢。啊，即系好老实讲，嗱，我嘅睇法系好粗浅嘅。当然你话我唔信，我觉得美国一定有阴谋啊，我觉得中国一定有阴谋。你可以信呢啲嘢，嗱，但系我讲句真话俾大家听啦，即系间谍气球啊，嗰啲根本系一直都有嘅嘢，一直存在嘅呢啲嘢系啊。美國亦都公布咗對上一次發現呢啲咁嘅氣球啊，即係中國嘅氣球發現係乜嘢咧？對上一次咧就係2022年嘅二月，就喺夏威夷嗰度發現嘅。啊，咁再之前亦都試過喺關島，其實關島亦都係喺夏威夷發現呢、這個即係氣象氣球之前喺關島都發現咗。咁嗱，即係好老實講，你話係咪中國嘅間諜氣球？咁我就唔認為係嘅，我覺得即係中國嘅科學家咧，佢係有做好多氣象研究嘅。咁而家嗱，當然淨係官方出嚟講話，喂，我個呢個係我哋氣象研究嘅氣球，咁梗係唔夠啦。即係我都好老實同大家講，我真係認真咁講嘅。咁中國嘅科學家做緊啲咩研究？其實應該係揾個科學家出嚟公開講。即係我認為啊，即係國家因為而家係大禍㗎。嗱，而家係一個公關災難嚟嘅。點解話係一個公關災難咧？因為五國大樓咧，佢又發現咗你喺南美有另外一個，跟住之後咧，佢又公布埋哦，之前我喺關島又發現咗一個，喺夏威夷又發現咗一個。嗱，點解要公布喺關島同夏威夷發現咧？佢係要誘導啲人咧去諗，喂，呢個真係間諜衛星或者間諜氣球，唔係間諜衛星，講錯咗，呢個真係間諜氣球嚟嘅喎，唔係氣象氣球嚟嘅。咁所以你要拆呢一個局咧，你只能夠咧就喺國家嚇同嗰個即係做呢個科研嗰啲科學家出嚟講，喂，佢哋係做緊啲乜嘢研究？佢哋研究咗暫時有啲咩初步成果？啊，點解要做呢啲研究？譬如話點解要喺即係喺太平洋嗰度上空放氣球？其實好多時都係太平洋上空放氣球嘅啫。啊，點解個研究船嚇要去到太平洋要度呢個大氣層嘅嘢？有啲科研一定要係咁樣度嘅，因為亦都冇即係咩氣象衛星嗰啲呢個科研咧，係即係點樣邊啲人俾錢去做，或者邊啲人要研究邊間大學去做，其實有啲嘢係要公開講嘅嚇。咁 Move Talk 佢就話咧，而家最大鑊咧就係美國內部嘅政治問題，因為咧而家共和黨嘅人咧就攞呢件事去嚼拜登，咁其實亦都係。咁布林肯其實亦都俾人嚼嘅，我今日都講咗，今朝都講咗，布林肯自己都有壓力，因為共和黨嗰班人咧就不斷講，喂，你哋咧呢個民主黨嚇對中國咧太軟弱啦，佢哋係咁講嘅啊，咁所以呢單嘢咧其實係對於國家嚟講唔係一件好事嚟嘅，我講俾大家聽，而家大部分嘅西方媒體都係用同一個口径去報，就係話。即加个引号嘅，佢哋话应该系间谍气球。咁其实我到而家都认为唔系，我认为即系呢啲如果系做气象研究，揾翻个科学家出嚟讲咧，有啲人就话喂咁样好欲盖弥彰啫。咁其实唔系嘅，你讲翻事实咪得咯。即系我嘅睇法就系咁啊。而家系好麻烦啊，呢件事咧其实就唔需要发生嘅。即系好老实讲，喺美国嘅各国嘅角度都系老老实实唔需要发生嘅。如果你真系想个通胀啊，即系我。讲个真话，如果真系想个通胀咧系降低嘅，其实咧美国同中国系一定要合作嘅，有好多嘢系。咁你话美国会唔会真系完全唔想同中国合作咧？我就话俾大家听，唔系，因为咧嗱，佢哋系有啲嘢都系要同中国合作嘅。其实现实系，因为咧如果你去到2024年佢再选嘅时候咧，如果个通胀当时系好劲，或者当时个经济系好乸大镬。咁选唔到嘅个问题系，咁你系要同中国合作先至可以，即系令到经济好翻啲嘅。其实就啊，咁 Sell Me Liang 就话中国真系太难，咁国家系好难，因为其实唔系好够运啊。有啲嘢即系我都要讲翻，即系点解我成日讲运气嘅？喂，事实真系唔系好够运，因为呢啲事咧根本就唔应该发生啊。即系你谂下系咪啊？即系呢件事，喂。讲真，如果唔系有突然之间又吹个西风啊，
喂，可以吹咗過去嘅，咁根本呢啲嘢係唔會發生啊嘛。同埋而家美國方面咧，佢哋講咗一樣嘢咧，就話佢哋咧暫時咧就唔會擊落呢個氣球嘅，佢哋咧就要等到呢個氣球咧飛到去大西洋咧，佢就會擊落佢咁樣啊。咁而家呢單嘢咧之後，當然美國係一定會擊落嗰個氣球啦。咁佢會唔會睇下裏邊有啲乜嘢嘢？咁睇下佢哋有冇辦法做得到咯。嗱，即係我嘅睇法就係、是。咁、啊、你话美国系咪即系做得好唔公道啊？反应好大，我讲句真话俾大家听，如果中国喺自己领空发现咗一个美国嘅气球咧，个反应系一样嘅啫。啊，即系有啲嘢系双向嘅，即系咪话喂中国唔会啊？中国冇反应啊？佢梗唔系啦，中国一定会有反应嘅。其实就你留意一下，即系啲飞机入咗去中国嘅领空嘅时候，啊，解放军会点做？一样嘅啫。其实就啊。咁啊，七彩辣料虾就某国咁忍得手唔系啩？咁佢而家好惊一样嘢咧，就系、是、会有二次伤害，同埋咧，拜登佢亦都系某程度上咧，佢都想做另外一样嘢嘅，其实都系煲大嗰个中国威胁咯。即系我觉得佢哋系要咁样，即系而家西方媒体嗰个做法咧，就系、是、四围煲呢个中国威胁噶啦。咁同埋仲有就系、是、你点解南美洲都有嘅咁样？因为在哥伦比亚和瑞士那里就是有这个气球在这里，是第二个来的，其实就已经见到见到另外一个气球这样飞来飞去这样。其实我就觉得很小事的，但是都是要跟大家讲，因为其实现在传那些阴谋论啊，说美国动手搞中国啊，其实讲真的，现在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国家呢都讲了，现在呢就不好就是太過講嚇陰謀論啊，即係猜測同炒作咧，就無助於呢個問題嘅妥善解決，係咪先啊？即係而家大家要澄清翻個事實係乜嘢？因為而家即係啲媒體好乸離譜，就話哇依、這個係氣球咧，就係中國放上去試探美國嘅，依個咁應該唔係啦，係咪啊？咁 logos 咧就話佢應該繼續多放幾個氣球去美國，咁其實而家唔係，而家呢啲係唔係試探喎，即係有啲媒體係咁寫係試探喎咁樣，喂，即係你有意無意放一個高空氣球咁樣，喂，其實講真呢個咩有意無意，喂，其實講真，我認為今次而家搞到咁大鑊係大家都唔想嘅，即係跟即係好不利嘅，其實就。咁有啲人就講話，喂呢單嘢咧係一個警告信號嚟嘅，即係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嘅對抗嘅趨勢咧，係會隨時令到咧大家咧就一鑊熟嘅，即係佢陷入一個失控狀態。咁我嘅睇法就唔會，因為中國方面咧一直都係好理性嘅，其實就即係你話會唔會失控，我覺得好難失控嘅啊，其實。布林肯佢去北京，咁其实呢个系预咗嘅，即系汪文斌都欢迎佢，系嘛？咁嗱，其实大家都希望一样嘢，就喺台湾问题上边咧，嗱，即系唔好喺度即系挑动嗰个台独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其实美国亦都系咪即系啊，即系想同中国吓喺台海干一仗咧？理性去講咧，如果美國係理性行事嘅話咧，佢一定唔會嘅，即係我嘅睇法啊。咁但係美國佢有個做法就係、是、當然啦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仗梗係喺人哋嘅地方打係好啦，即係呢個佢係一定係有呢一種操作嘅。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理性行事啊，冇辦法啦。而家係即係你夾硬話我係好有陰謀，即係美國佬專登爆呢啲嘢。但係你如果即係好老實講。即系有个球喺个天嗰度，咁佢飘呢个真系冇得预计到。其实即系我嘅睇法就系、是，当然有啲人话唔系，一定系咁噶咯，一定系中国专登放过去。老实实啦，即系我到而家都唔认为系，即系国家会主动去做呢啲嘢，根本冇意义嘅嘢。因为国家好少做啲冇意义嘅嘢，你去做啲冇意义嘅嘢，又话即系俾阿布林肯一个下马威，你俾个下马威佢咪唔理咯，就系咁简单啫嘛，系咪？所以呢个又唔系咩下马威，即系我到而家都系咁样讲啦。嗱咁。美國咁佢係咪會隨意咁打落呢啲咁嘅氣球？咁去到大西洋嘅時候，即係未去到公海，我相信已經會打冧咗即係氣球噶啦。即係佢飄出咗少少嚇，周圍冇危險嘅，佢就會打冧咗佢嗰個氣球。咁你話喂，係咪國家真係有需要即係
啊，揾个气球去影下相啊，即系睇下佢哋嗰啲发射井啊，其实唔使嘅，真系唔需要。而家即系嗰啲导弹发射井，其实根本冇用嘅。讲真，导弹发射井而家根本系迷惑对手嘅。即係好老實咁講，因為真正嘅導彈都唔會喺個發射井嗰度射出嚟嘅。因為我講句真話俾大家聽，即係如果你話核武啊，即係驚呢一樣嘢，即係要及實美國佬啊咁樣，同埋要睇清楚下佢啲洲際導彈放喺邊。喂，呢啲衛星圖都睇得到㗎啦，唔使真係唔使氣球啊，真係冇必要啊，即係冇需要咁樣做啊。同埋如果你係要做間諜嗱，好似七彩爛鳥蝦咁。都是派无人机，其实应该都是无人机的，如果是还有你卫星都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东西的，你无人机其实都没什么必要，就是我的看法就是，根本这个是纯粹是科研就是做的东西，我的看法。因为其实呢之前呢已经有报道呢，就说中国呢是会放一些这个研究器球变化的气球呢就上那里的，其实之前是有啲科学家接受过访问嘅。而家你攞返嗰啲科学家出嚟讲呢就得㗎喇，即係我觉得係呀，呢个我粗浅嘅睇法，即係尽量呢就唔好传啲即係阴谋论，即係你不断传阴谋论呢係冇意义嘅。我嘅睇法就係咁啦。咁今晚会唔会再有直播有嘅，今晚会再讲，今晚呢就会再讲洞房，因为洞房好嘢，即係我又有魔球呢发咗一个链接过嚟，咁一定要评论下佢嘅。一定要即係谨慎啦。咁 Cody 就话佢病咗成个礼拜，真係好驚又中招，一直做快测，好彩呢都冇两条红线，天气变化太大，大家要小心保重。尤其是我，咁唔紧要，多谢你嘅支持先吓。咁亦都多谢你嘅提点，但係冇乜所谓㗎啦，即係而家就算病都好啦，都系会发生嘅。啊，仲有一样嘢呢我都唔记得咗讲，其实呢就系本来应该寻日讲俾大家听嘅。啊，不过不如咁啦，而家横掂都系啦，就休息一阵之后，我哋翻嚟先至再讲吓，即系另外一个话题。寻日系唔记得咗讲呢个话题，而家系讲翻俾大家听先，都唔记得咗。啊，休息一阵，翻嚟咧，我哋再讲埋要讲俾大家听嘅话题，俾大家听。好，休息一阵。